在写历史，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总会在2018年1月20日，就在今天光荣成立。在历经半年多的筹备过程中，我们得到大陆主要的支持，即新济公身为一个筹备主任委员，他所率领的发起人公庙在大力奔走的情况下，我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，同时也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。我们的会员工，台湾有228间，大陆有64间，海内外有33间，共有11个国家地区325间公庙正式加入运作。我们将成为台湾宗教团体最大、分布最广、阵容最坚强的民间组织。同时，我们也成立学术顾问团，我们有20几名学者、专家、教授，各个学有专精，所组成，对于总会的未来发展及论述将是一大助力。学甲慈济公身为创会总会长公，我们责无旁贷，我们将率领总会全体理监事，将带领总会走向团结，走向和谐，走向关怀。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融入以后的大家庭。我们同根同祖同源，中华民族血脉相连，中华儿女来自四海，都是一家人。
精神发扬光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王总会长一个热情的掌声？同时，掌声也献给我们所有第一届的女监事代表们。咱感谢洪总会长以及三位会员，咱这个总会成立的过程，会使讲是一步一脚印，一枝草，一点一点路，到今仔日成立这个总会。咱一个王董事长要率领咱所有的理工师以及所有会员，向大家一鞠躬表示感谢。